怀表，我就能无限循环上课了。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对啊，我感觉上了好多节课了。可是现在的时间是刚开始上课呀。我们继续上课哈。老师用了继续这个词，可他明明才开始上课。我感觉老师手中的怀表有股和我一样的时空穿梭能量。你该不会怀疑老师利用那块怀表无限循环给我们上课吧？没错，还真给我说中了。我摊牌了，有了时空怀表我无敌，才不怕你们。那可未必，别轻举妄动。你在干嘛呢？我在通过跳跃时空预见战斗结果。我能通过时空怀表预判你们所有的攻击，乖乖给我无限上课吧。那可未必。时间暂停。时光倒流。我就说时空穿梭。原来趁机攒能量才是你们的目的。没错，你中计了。看我的时光倒流。论时空穿梭哪家强，当然是我哈小乐。我输了。科学老师发明的时光怀表，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了。而且还没作业。怎么变成上数学课了？无限数学课正式开始。回来，看我时间。糟了，刚刚消耗超能力太多了。你们没蓝了吧？还有我们呢，分身。乖乖接受我的课吧。怎么回事？时空疯狂扭曲遭到了破坏，现在我们倒退回了学校初见的时代了。变身术，不能给老师再胡闹下去了，给我继续倒流。恐龙，好害怕。离了个大谱啊，我们都倒退回恐龙时代，他还没放弃让我们上课。数学课开始。灵魂互换。我怎么来到谢小黑身体了？这么喜欢时光倒流的话，那就只对你自己用吧。灵魂互换，可恶呀，把我灵魂换来换去。老师，时空倒流游戏结束了。你们又欺负我。